还有吃包子，酸菜馅的包子，还有蒸的包子和蒸饺，凉拌那个粉丝和黄瓜，然后剩的是小菜，小菜，来开灶啊，粉碟，香。多长时间没吃包子？这生菜是在外面吗？嗯，这二十都洗干净了。这是自己做的小葱。这是自己做的菜啊，那够干，我是不新鲜。对，看右边，他垫子可正了，掉到碗里来，对，吃到碗里来。粉丝啊，我忘了加了。啊，太烫了，烫，咋办？烫了吃。你再来爷们。这烫烫。这虾子长这么大啊，挺好的，挺没有，还挺嫩的。喝点这小米辣油，这小米辣油啊，都吃了啊，哎呀，都是缓过来，我是你的，大家才能吃菜，没有了，这我都给改了，嗯呐，我宰了好几个人呢，给我点纸，就要那个纸就行了。再来一个，大家都叫他。其实，饺子不是很烫吗？为啥吃完辣椒，再吃热的，就显得很烫啊？因为辣椒它是刺激皮肤的，所以吃热的显得更烫。好，吃饭，就这样子，拜拜。